我说这个是假鸡蛋，你们先偏不相信。接下来我们给它捅破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哇，蛋黄出来了，像不像？像不像真的哦？觉得像的朋友给个赞哦。这是我自制的，先用一个勺子下水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小蛋黄。做两个，挤上蛋白，然后把我们做好的蛋黄放到里面，封印起来，下水，轻轻的晃动，它就会出来一个假鸡蛋。觉得像的朋友双击保存吧。